来看一下，这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在台湾时间16号上午成功发射了天龙号太空船，前往国际太空站。美国副总统潘斯康利也到场见证。而代号为坚韧的天龙号太空船搭载了4名的太空人，共有3名是美国人，其中1名是日本人野口聪一。而这是天龙号首次搭载非美国籍的太空人。太空船呢预计在台湾时间17号中午抵达国际太空站，而这代表着美国总算摆脱要仰赖俄罗斯的联合号送人上太空的情况。